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象棋世界》栏目，我是唐丹。今天还是我跟张强老师一起为您讲解2017永江杯全国象棋青年大师精英赛的对局。这次在江南的这个永江杯呢，也是涌现出好多这个精彩的对局。那么对。其中呢，江苏的孙杨呢，表现比较出色啊，获得了这个最终的冠军。我们来选讲一盘呢，他对对这个李炳贤，李炳贤对杭州大师李炳贤的对对局，杭州的大师李炳贤也是通过这2年的象甲呢，不断的历练呢，还是逐步成长起来的一位好手啊。我们来看中炮对平马开局，黑白马八进七，出局，出车，然后马二进三，黑白第三选择进一。了车头平方马，然后卒三进一。其实这两个人呢，也都是江苏的老乡啊。这对，个，孙杨呢是泰州人，这个李炳贤呢是连云港人啊，都是这个江苏的老乡。但是现在呢，各为其主。李炳贤呢是在主要杭州队对啊，代表杭州队对。参加这个联赛各种赛孙事。杨呢是江苏队的正选队员。那么这2年呢，应该说。棋艺呢也是逐步呢成长了起来，目前呢，红方走这个三兵呢，也是一路非常流行的变化啊。红方实接下战来选择跳边马，马八进九，黑方卒一然进后卒一进一，一，这个都是棋谱，炮八平七，马三进马二，三进二，进马封车也是势在必行，不然红方车九平八，红方再长九路车。然后黑走方，到这儿呢，就是黑方呢就有多种选择对，了，这好像一般都是象三进五，象七进五。马二进一，卒一进一，这四种变化。你四种就很多了，对，对于作为这个开局的分岔口是，吧，黑好方像看呢，最近这个四川的推杀郑惟农还走了一个车进三，多了一个长车的这么一个思车路。进三实际上跟象三进五也差不太多，他可能调整一下思路吧，他就说。对，然后这，象呢，暂时不定位，对。然后根据红方的应招呢，士象呢，它可以随机呢再来补是，可以说大大小小呢有五种变例。那本局黑方还是选择的传统的象三进五，对，飞象三进象，五这招棋呢，应该说还是经久不衰的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走的比较多，但是呢，有一度呢是比较消沉，有那么。20年的光景呢，就说的，由于这个输棋输的比较多，对，就走的人特别少了。好像有一阵走象七进五的。走对，法还是挺多但的，是象七进五呢，后来是遭到了红方这马三进四的这个挑战，觉得还是吃亏。是，所以说呢，在我们这些众多棋手的努力下呢，这个象三进五呢又拓展了很多新的这个思路对，象三进五的。好处呢，就是避开了红方七路象的这个锋芒然后这个一路车呢带接着动应该说也是一路呢比较稳正的变化，但同时呢，也容易引起呢非常复杂的这个对攻局面是，红然方后红走车方是占了车，九平六，这个次序呢略有不同，也有先车二进六的，两个次序呢有一些微妙的差别。是，先车九平六呢。黑方走车一进三，对，它是长，来扼守住这个卒临线。对，红方一般这个时候都是先走车二进六，但是对，本先车局，二进六，它走了一个马三进四，马三进四，黑方走士六进五。对，黑方是补了一手士。这个时候红方又再次走车二进六了，就等对，于把这个行棋的次序呢变了一些一般呢就是这样是这样，红方先走车二进六，黑方走炮八平九。泡泡平九，红方如果吃兵呢，黑方走炮九退一如果对，你对车登掉，红方再马三进四呢，黑方呢再走士六进五。当然对了车以后，红方除了马三进四，还有炮七退一兵五级，其他种的攻法也是，很变化很多。就是这路变化呢，都是很精细的，就是说对，双方在局部上的纠缠呢，非常的吃紧。红他方实际先上走是跳走马，了马三进四，对。那黑方就先不是，黑方也是走了一个士六进五，红方如果马四进六跳，
那么黑方就有一个车平四拉的选择，对，红方再走车级一，那也有复杂变化啊。黑是，方当然还有走什么卒五进一的也有卒五啊，进一，炮八进一，对，变化还挺多。对，所以说走这个棋呢，就是说的棋手啊，要平时呢非常用功啊，对这个棋路的变力呢，你要有所了解啊，不然的话呢，很容易呢就是布局吃亏。是，这个棋，对，他实战就是走车二进六，红方实战是车二进六，车二进六的目的呢，还是来压迫黑方吧，啊，就是积极的来创造攻势。黑方走，黑方平炮对车。这个棋如果接受对车呢，也是可以，就是形成另外一路变化。如果是，走车二进三，我们车给二大进家三，摆一下，马七对八，马四进三，马四进三，啊，动卒。因为这个棋如果你走炮五进四的话呢。如果走对，炮五这进时四，候直接打中兵，黑方可以马八进七，马等八进七。这个棋呢也都下过，黑方再走车一平六，这儿呢，黑方呢这个出子的速度比较快，应该说形势也是比较满意啊。对，红方也先手不怎么太大啊，如果这个棋要是走不好的话，还容易落一些后手，所以打中兵呢不如马四进打三，中兵，黑方跳马正好是个先手，对。然后黑方再走炮，炮九平七，九平七啊。那还得象三进一先黑方再攻一走下，马二进一，从边线突炮。所对。以这个棋呢，里边呢，黑方呢应该说形势也是不错的哈。是，这个也取得了抗衡之势，这个变化呢一度也非常流行。所以说红方呢觉得这个对着车呢不一定容易占到便宜，所以他就是比较。这个强硬的把对方的七路卒吃掉，对，车二平三吃卒，然后接下来黑方走，炮九退一，然后这个红方是走个车三平四，提前把这个三路线给躲避，因为他炮九平七很厉害啊，打马七进八，对呀，进马一蹬，你再平车他有一回马蹬，这个对，底象要丢了的话，红方这个啊右翼就太危险了，对，所以必须要平车避让。那么走到这儿呢，都是以往呢这个出现比较多的这个棋谱哈。是，那接下来黑方走他走车八进四，八进四，好，沿这一带，红方红方这时候走了一个车四进二。车四进二的意思呢，就是准备下步马四进三往里跳啊，对，然后去蹬象啊，去还有或者马四进六，有这些手段吧。同时呢，对黑方的这个阵型呢起到干扰。那正好他这个车四进二这个走法也挺有意思，他这个车也走了很多步了，就车二进六，车二平对，三这样子。所以哎，说那这种棋黑，呢，就是说，双方啊，你看啊，他有什么特点？六个大子都在，就说这个子力接触啊比较紧密，啊，然后双方呢围绕的这个先手啊，争夺是异常激烈，也很难说哪个变化能走出来，什么棋，最主要你看你对于这个棋呀，有哪些变化呢？掌握的比较熟悉。但是这个三兵的棋有时候没有方向感，感觉它也有方向感。就是走哪步棋都行啊。我现在黑方我可以马二进一蹬边兵，那我也可以卒一进一对兵，我这还有炮九进五打边卒的这种，就是说黑方这个棋感觉，就是说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性，就这个开局。这个棋呢，确实是，就是说的，它呢，由于啊，这个黑方，你看啊，它车进三这种棋啊，都是走的一种防御性的反击啊，先防御再进行反击，所以这个棋呢，需要一个时机啊，防御当中呢，也需要把这个子力呢协调好，黑方呢可以走马二进一来蹬兵，打这个感觉差一点，他进马蹬你啊。对，马四你进回三。象，他又车六进七，二鬼拍门。那等于这个九路炮目前是处于防守一个阶段，对，还是不能轻易的打边兵。对，黑方实战走炮对一啊。对，他实战是退炮打下了车。退炮打车呢，这招棋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之后黑方呢出现了盲点对，啊。那之前张昭您说这个还可以马二进一蹬边兵，对这啊，个走法，
对，也可以蹬脚。对，邓彬彬啊，他炮七退一，退一步，再可以考虑卒一进过兵都可以了吧？就是狙可以击等他还是待。要盯着马进三吧，还是你什么时候马进三，我什么时候再可以退炮也可以打，你点是不是？狙你再落士，你的意思是对，那也可以。也是一种想对，法。炮二退一就这招棋来讲呢，本身也没有问题。对，他实战是选择了一个炮二退一。接下来红方车六对，他肯进定要七点啊，狙这这个个棋方呢就式。是到了一个那个奇特的这个棋力啊。是，他得跟着这个后续。黑方呢，就等于一下把这个就避免了。黑方可能对这个棋呢，可能是没有这个危机意识，是。他觉得这个棋问题不大，但实际上呢，就说的由于这个对这个棋的研究不够深入，马上呢就是跌入了谷底啊。实际上，他这个实战的走法也挺巧的，他走了一个车八平六，这个强行这个对车。这个棋呢。正着，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黑方就应该是，走士五退六。落士，我他来双是炮打你两个车，打双车。啊，你哪个车再躲，我就再支持。对，一车二肯定不肯，开车一车二，黑啊，方肯一定车买。二肯定是黑方满意对，那如果我比如说车四，退二再回来，那还可以再补士打车。啊。对你再不是，再把他赶走对，再可以把车赶走。呗。这个棋，那这个棋规应该是双方不便作和吧。双方不便作和你啊。退炮是打车，然后你进车又是吃我的炮嘛，吃我的没有鸽子炮，对，他可能还有一个退这儿来，退这个车对车，对车，啊，那就对掉它，对车可以吃，对掉，然后再再16进5，16进5。十四进五也行，也不是说绝对不行，也是可以的，他退回来，再车一平四，车平四这样住，跳，黑方再车四进一，就四进。对，这个棋呢。黑方跳了一个卧槽马的一个位置，对，这个棋就是说黑方呢也不怕，因为他单子对，炮很结实。你红方你这两个子啊不好发力，是。你这个马炮怎么发力？那这个红方有个卧槽马，但是黑方这个担子炮很结实，对，防守住了。对，这个棋呢就是说的黑方是可以接受的啊，是，应该说取得这种十足的对抗之势，就说形势一点也不差。这对，个棋呢。作为红方来讲，根据特殊棋规呢，红方可能还要变招啊。是，棋是允许招法，但是一般我们用25回合啊这些，所以说黑方呢，既然打车了，就应该走十五退六，再来保留这个变化，让红方去变招。对，他因可为以落黑士方打呢，车，并不是说消极，因为你作为先手方呢，你自己要去变招，对吧？作为你那个先发的这一方呢，你要必须要主动去变招对，积啊。极求胜嘛，对，黑方呢可能当时想的比较好，他可能把这个棋呢，对自我的阵型啊估价有点高了。对，他这个实际上他这个布局阶段这个设计也挺巧的，他是走个车八平六对车，对，车八平六对车。对，他这个对车也是看你正好欺负你的车不敢跟我对，对的话我正好这个你对了，他炮九平四炮是九个平先四，手，对，然是后个你这先四手，路车呢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如果走车四平六，他炮四进一要打你死车。对，还可以炮二平四打死车，所以说看起来黑方这个计划有条不紊，还是挺乐观的。对，但是红方呢，突然使出了杀手锏，我们来稍后继续给大家呢继续讲解这个精彩的对局。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来。这个棋红方如果车四退三的话，就上当了。对方炮九平正四，好，正好这个车很难受，你车进一步，他进炮一打对，就死了，那没有地方去，只能车四平六，对那方正好，顺势进一步，又要炮对，二平四，准备炮二平四打死车，你这个车还要再逃，再逃黑方将来就有得出机会从边线呢进行突破，对，所以说这个棋红方就吃亏了，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呢，红方突然呢走了一个车四平三。强行来变招对，黑方这个棋呢，可能是出乎意料了所以他是，实战呢走了一个炮二进一，结果这个棋呢就是越陷越深对，他炮二进一的意思也是，你这个马四进六跳不了，他觉得是一个先手对，是个先手，黑方可能跳可以是炮二觉得平这个比较四，理想，因为他炮二进一以后，
他觉得我顶着你的马先是一个先手，然后对，又轮到我走棋嘛。可能以为红方这马还得往回走。这个棋呢，就事后我们来分析呢，可能啊，黑方就只能去六进行吃了。是不是还得先马上进行蹬边兵呢？啊，那就先蹬一下，对，蹬这个，让他这个炮退一步，对，退一步，然交后换，再考虑吃。能再吃掉。这样子，他车六平八吃炮的话，他车六平七把兵吃了，这个棋，后来我看了看，这个棋黑方还是能下。还是可以，对，红方这个棋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你炮七平二吧，他就车平四，你得将他就落士。你这八退一有捉象，他可以炮九进一这对，样看着。哎，所以说这个棋呢。还很复杂。黑方呢，对红方也有威胁啊。对，这个象摸着它，将来呢，这个你退车什么的，它这个还有过边卒保，啊。所以说这个棋应该是黑方还的，是一个互缠的局面，对，还有对抗的机会。对。而实战当中呢，红方呢就是对这个局面呢，啊，想得太乐观了。他走了一什么呢？他走了一个炮。二对，他进走了一，个炮二进一，他对，误以为红方会动四路马了，对，因为你马四进六跳进来，我正好炮二平四盖上，这关个，注你。对，马要丢，对，那这你马四退六，马四退三都，黑马方回也，来了，肯定黑方就都不用害怕，对这个度数慢了。你马四进三，对，人家卒一进一啊，是，或者马二进一都可以。对，就这个棋，就张老师，我当时看到这就觉得说，黑方满意了，我觉得这个棋红方马一回去，那黑方这个布局肯定很成功，但是没想到这个。这对，时候红方走了一步特别精彩的棋，红就方呢这战盘略性棋，弃子，他利用黑方这个花式象的这个特点呢，突然平炮呢，啊，就是直接弃掉这个河头马，对，这个就是这招棋走得非常的，真的是比较出人意料，对，这棋，走得非常的精彩啊，对，这招棋主要是黑方现在不能马进八了，如果马进八，他马四进六，这个太厉害了，对，这个炮还丢着呢。对。他下步棋还有这个送兵啊，这炮进三打出去，这些对，连贯的手段，是，因为你炮二平这四边的有话，闷我就弓蹬的你中棋，象了，这个你受不了，白丢个象。对，如果你炮比如说炮，九进五吧，对，啊或者进一，红方这个偷渡三兵太厉害了，对，你车一吃，他炮打过去，这个棋厉害啊，他了，先这个叫啥？对他把你车给你偷掉了。对，你车丢了等于，你象一飞，他车一三退三一吃，白丢个车，那肯定下不那了不行了，那等于说走兵三进一过兵就对，白吃一个子儿。那所以说这个棋他马七进八不行，啊，那他车六平八，他又不肯，因为就你车他六平正八，好炮二平三还可以，红方就搏象吧，补个象。搏象红方就可以稳持先手了，啊，这个棋作为红方来讲呢。还是阵型比较扎实，他将来马四进六而且顺势把自己的阵型补好啊，马了。六进四这些都有些手段，对，所以说这个棋黑方不肯，那么黑方就冒险把这马就强行给吃掉了，对，这样就形成了让红方放手进攻了。这样红方后面就是走法很，对，红方先底炮一将，对，走得很好。他一将，他落士的话，正好有个车六退一捉双的棋，对，又吃炮又吃象，这边又吃马。对，他索性就飞了个边象，飞象呢是冒险求胜，对，他你要将的话，他正好可以垫车，这倒暂不用时担心。没起，他先是，平炮，对，走了一个炮七对，平二，他这炮呢平的也很好啊，对，平过这个炮以后呢，为了以后呢能够这个，下步正好有个炮平一对，了，现在黑方不能车六平七，车六平七他车三级一将，就都给你抽掉对，了，啊。当时我还想，这是不是可以炮九退一退一步，就不让你炮二平一走一下。啊，这个也不行，他有炮进二，他可能还可能平车捉这个车六平八啊，捉对，车炮，六平八捉一下这也行，你保住，保住他可能有炮二进四，对，炮二进四这一打，你不能垫车，垫车的话他再车将，你这样再就不能垫车了，对对垫车换掉这车丢了，对，对，炮进二你但就你得只能冲中兵，让他车三进一那将，再将，那只能垫车。你只能垫车。你要垫马的垫马，话，他可以车三退三对，将，车丢了。垫车的炮平四打掉，垫车他炮平四给吃掉，这样他主要把子儿吃回来，这边拉着你的车对，马，正好再炮四平一吃回来。
只能落市，落市它可能抛出去一斤炮，再打响，对，等于这边籽儿都被拉住了，下步兵三进一，现在籽儿是平籽儿，平籽儿呢，黑方就没有这个反击的能力了，这个棋就吃亏比较大啊。红方这有赤中象，还有兵三进一过兵的棋，这个棋黑方是失败的走法，对，所以说他这个炮平一走不了也。炮九退一，炮九退一走不了也很无奈，他这个时候。这个棋主要是红方这个位置呢，都形成了一个有机作战的体系。对，就这个棋。黑方就先出将，啊。出将红方不是，黑方这个时候在。他这时候就车六平七吃兵了。车六平七吃兵。对他想赶紧下一步车七平八捉双嘛。他是走了一个炮二进五，哎，这个地方车六平八这个次序交换了吗？没有，他是先走了一个炮二进五，先走炮二进五。对，当时我也是以为可以车六平八捉，捉的话他可能会车七平八捉双，对，这儿会对捉双你要是吃炮的话，他就吃你这个炮，解决了、这个。那红方肯定要他只能 对这个棋他可能会炮二平一吧。炮二平一，他可能会他车一平车一退一这么看着，这样你炮火他车一平二看他有一个炮二平八打，这他退一他打象，哇这么复杂，对，就正好这棋我也是想问问您，这个棋红方有没有好不好呢？打象他可能还得车八退三先捉，如果你吃炮的话，他可能炮一平五打这个象。这个棋是这样，就是我们分析呢，战局呢是可以研究摆着玩是没有问题，但就是说红方呢肯定觉得这个棋啊他不肯。太麻烦，就是说红方有更好的办法，何必这个走太远呢？他要退的话就得吃这个，对，他有这个更加直观的走法，这个可能也可能这棋红方好一些，但是想要赢的话还是有一点，就是研究细了那个棋呢走到哪儿去都有可能，是，但是就这个棋而言呢，红方呢没有必要呢选择这个风险，他就先进炮，对，他走了一个炮二进五，先进炮的好处呢就正好车三平一吃炮，对，同时还有这个打中象。下步棋主要是炮二平一嘛，对，炮二平一，炮二平一很厉害，一平就要坐杀了。那这个时候黑方就只能炮九退一了，对，他没有办法了啊。对，炮九退一防守。然后红方这个时候车六平八再捉，六平八再一捉，你炮要躲开，他就把子儿得回来了，得回来主要是这边攻势太大啊，他将来还有一个手段就是车一将炮二退一。吃你这个鞭炮也都是先手，对啊，所以黑方既然已经受攻了，如果子再丢回去呢，形势就更加不利了，所以他就是保住这个炮，他走了一个车一平二，保住这个炮，只能这样看上。保住这个炮呢，红方看这个时机成熟呢，就直接啊炮打中象了。对，他是就是这个棋啊，我们大家看啊，就是说等于黑方呢。是起初从这个对车开始呢，就是执行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对，看来就是说他对车是一个假象，他以为能把红方的这个河头马给赶走。对，但实际上红方对车等于是没有料到红方呢会有这么凶悍的弃子抢攻的手段。对他炮五平二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走法，感觉。对，就这种棋啊，也是奉劝我们各位这个。爱好者就是由于啊，黑方走的是花式象，对，就是一个左势一个右象，是这样的阵型呢，也是特别容易出啊，这个底线透风的这个弱点，对，就是左右都透风，这个炮，是两边将呢都有棋，对，就都有将，所以这种棋呢要特别防范这种底炮的这种威胁啊，是，黑方走到这儿呢是为了保全大子，但是呢。在红方这个子弟全线的进逼下呢，已然是没有办法了啊。对，那这时候红方也是走的很凶狠啊，他直接就炮二平五，把中将给打。直接这个动手啊。对，直接动手。这个棋因为红方的位置都走到了嘛，走到动手现在就简单就取得胜利了。当然，他又选择了非常复杂的这个走法啊。我们先看啊，打象，他车七平八来捉这个炮。这个棋呢，红方要最简单的走炮五平一呢，也是胜势。啊，就直接这个。对，你要退一吃我底炮，我车八退一吃，我也是把子呢就找回来了。
但是不如走炮火平期呢，更加精彩。是。我们看呢，这个局面精彩在哪里？就是我们先看炮火平一，嗯，这个肯定是赢下来了，这是逃不掉了。对，如果你跳满的话，他再炮一平七，还可以平过来。啊，对，你就看他吃炮，只能吃炮了。吃炮，车八退一吃。他正好车八退一吃。你只能车二退一。他把子如给吃回来了。对，我炮一平八还是先手。对，还是一个杀棋呢。你还得马上退一，我车三退一。这儿红方呢，白多两个象，这个棋的应该是胜势啊。对，白多俩象，这个位置还好，车炮还在这防守。所以说这个棋呢，红方也可以很简单的取得胜势，但是红方呢，偏偏呢不这么走。对于我们广大棋爱好者来讲呢，确实呢是一个啊，能够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也在实战当中呢非常少见的这么一个双车双炮的这个精彩入局。他先走什么呢？先走炮火平七，这是叫杀。对，杀棋这个。你现在不能走十五进四，十五进四，我直接炮七进二，炮七平九就绝杀了，是不是？对，他只有车二平三跟炮跟上，然后红方先车三进一将，车三进一将啊，你现在只能上将，上将，他再炮七进一将，对，再拿七路炮捅一将，对，这个棋呢，他这个运的呢就是非常的到位啊。嗯，这个棋如果你走车三车二砍炮，象落车呢，我车再一将就逃掉了，对。那车丢了，这个棋肯定是没法。你下将，我车八平七一吃，然后呢，这儿呢是平子，平子呢，红方已然是多了士象了啊，位置还好，所以说红方肯定胜势，黑方肯定不能够接受。嗯。那么走到这儿，将他也不能上将，上将车八是一还是一个带将吃炮，所以黑方就只能士五进四。他索性就士五进四。然后红方呢，再车三退一将，再车三退一将。嗯，这个棋呢，黑方呢，就上将呢，同样他车八退一，这车三退一还是啊，车三退一也是吃都可以。对，所以他将将军不能忍受，他只能退将。对，退将呢，红方这两个车呢已经运到二路呢，他这个时候用七路炮再送一将啊，这个将很巧，这正好车三退三不能吃。对，因为他现在车三进一是杀棋，是黑方就只能他没办法，只能四四进五啊。所以说我们大家看啊，就是从这再欣赏一下，就是红方利用这个顿挫。就这样吧，他车二平三，他一将上将炮将知士，他再将，他下将再将，然后再一将再将，他只有再去知士。对，这样呢，等于走了这么一圈呢，红方呢把这个子力呢就通过这个巧妙的运词啊渗透进去了。对，那最后一步一平鞭炮。对，这棋走到这儿呢，黑方就不下了。是，为什么这不下呢？这杀棋，这进将也是。也不行，金将就车八进一，金将一将，这都车三平六，车三平六，对对，这个金将这么一将，嗯，落势，然后车三平六，这是绝杀的一个棋，对，车八平六拦不住了啊，对，所以说呢，这个入局呢，红方这个双车双炮啊，走的应该说是非常精彩，对，啊，就是说让黑方呢防不胜防，是，当然这盘棋我们刚才说了，最主要在中局阶段呢。黑方这个选择的方向呢有一些失误，对，当然最后呢红方这个入局呢还是非常精彩的啊。对，从这个开局的炮五平二，然后一直到这个炮八平二再过来运子，再炮二进五，对，就是说这个双车双炮，对，连续的用两个炮来这个进攻，对，嗯，应该说这个这盘棋的这种精彩程度还有这个运子的方式呢也可以写入这种经典的教科书了，对啊，值得我们广大的爱好者呢学习和借鉴。是，应该说这盘棋确实红方呢下得非常的精彩，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发。对，好，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棋友所有观众朋友们的观看，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象棋的这些大赛。好，观众朋友们再见。再见。